这样就可以轻松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呢就可以人，这样就可以制造人造的光线，这样就可以制造人造的光线，而且我们可以好好的控制我们想要阳光的位置，因为我们现实的阳光可能位置会一直乱跑啊，然后一下有云又一下没有云，但是我们如果自己打我们自己的光，我们就可以控制说，哎，我们要墙壁上的纹理长什么样子啊，都可以就固定在那里，我们拍几个小时，它就长哪样子。